大家好，我是 DJ 阿周，去大陆旅游遇到来自台湾的金山永兴里的好朋友。这是来自台湾的，跟我一样来自台湾金山的好朋友，挥挥手。嗨，你要跟我们到张家界，你们是跟团还是自由行？跟团。我是自由行的，所以说没有时间的要来，所以我们都有四十几位。来，我们有四十几位哦。真的，要不要自我介绍让你们知道？来自金山的好朋友，谢谢。因为我刚才听到他们讲台语啊，一听就知道来自台湾的。对，觉得这边怎么样？很漂亮，漂亮。像不像媒体讲的很恐怖？不像，不像。有时候很恐怖，有没有很紧张？人家说两岸现在很紧张，不过来。很漂亮，人很恐怖。是你刚才的样子很恐怖啊！是你很恐怖，只能坐那么高。没有了，其实我来那么多次，我都自由行，方便，而且我们都在网上直接订房，订它铁路12306直接订那个高铁票、动车票，直接订。对啊，住台南哪里？住台南东区。哎，这是我们里长，介绍一下我们金雕立鹤。我在台南都帮一些里长做公益活动，真的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到新北是帮我们的，而且我们要叫阿周了，要叫阿周了。他是我们新北市金山区那个永兴里的里长。永兴里的里长，哪个有？永远的有。对，消息的信。来，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永兴里的里长。好疯狂的金山的好朋友。辛苦，我其实我跟你讲，我做导游做了十几年，后来不做了。我身上还有导游证、领队证。真的哈，台湾的导游，导游耶！现在就是到处玩，对，大概这样。好啦，谢谢，超可爱的金山朋友。好的，影片就介绍到这里。